主下，牙齿，酸，对，就昨天那个说不，蛀牙的地方，我这个时候正在说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大石条从山上滚下来，大石条从山上滚下来，大石条从山上滚下来啊，因为那个山体啊，里边受到，另外一种的阳光的照入啊，它直接就可以穿到山体里边了，穿到山体里边以后，把里边的那个石头啊，烤熟了，烤熟以后在那个烤的过程当中，日长老说就山壁原来高了一点，高了一点呢，那外表上的那个石头啊就松动了，滚下来啊，滚下来就砸到我牙根这里边，砸到牙根这边以后就有酸痛了啊，或者砸的地方有点阴影了，实际上不是蛀牙啊，医生误以为是蛀牙了，所以就把我这边牙齿啊，刮了整了啊，现在是信息啊，有信息在，所以呢酸痛，医生呢误以为是那个蛀牙，是这么一个事啊，现在的酸痛是有那个石头滚下来撞到牙根那边，还同昨天一样的，继续有石头往下滚啊，是这么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